多数人可能都没听过范氏神经脊髓炎，简称 NMOSD。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通常好发于30到40岁女性，因体内自体免疫系统攻击正常细胞，造成视神经、脊髓或脑部发炎而出现症状。一旦罹病，病情急性发作，可导致瘫痪或失明。它是小浮夸，大学毕业在年华盛开之际确诊。在突发疾病的打击中，他仍持续工作，持续生活，想让大家知道抗病之路这样走也可以很有正能量。其实面对到疾病，我想每个人一开始绝对会是问为什么是我，那我们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其实当然我们可以一开始是不是这么好受，悲观难免，但你后面的态度是蛮重要的。彩妮，其实你一直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罹病的过程当中你很真实的表现你的情绪。因为我自己在26岁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期间，就是在一个我们正在努力冲事业，想要力争上游的那个时期，却突然生了一个很大的病，就叫做癌症。那个时候其实我对癌症的认识都是来自于八点档，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得了就会死掉。那虽然后续知道就是其实台湾的医疗很发达，就其实我的癌症是可以被治疗的，甚至是有机会可以痊愈的。可是其实在做治疗的期间，还是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迷惘，就会觉得说我的病会好吗？那如果我一辈子都要是这个疾病的话，我是不是家里的负担？对，我也会很担心我还可以回去社会吗？我会更担心如果我从此变成一个没有社会产值的人的这种恐惧感，其实是很令人害怕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真的会蛮悲观也蛮焦虑的。那我觉得我自己走出来的方式是，因为我骨子里不是那种乐观开朗，别人跟我讲加油你可以的我就会可以的，就我不行，就是我是必须要不断的可能透过去类似说，因为我是设计师，试着把我设计的专业去结合癌症。那我发现原来当我的经历跟我的能力可以帮助到其他的癌症病友，我就会突然觉得原来得癌症的我还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我其实是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价值以及重拾自己的自信心的。小浮夸，其实在你身边你的家人是给你什么样子的支撑？因为在这个反复发病的路上其实不好受的。我自己的话是在初期那时候刚开始发病的时候进出医院很频繁，然后那时候后来是几乎没有办法自己走，所以都是家人推着轮椅，然后一个一个医生去看。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太虚了，那时候几乎就是没有吃东西，就是都躺着，眼皮已经没有力气打开，连讲话都是气音。我印象是我几乎都在睡觉，可是我打开眼睛的时候都是重叠的，看不清楚。我就看到我的家人都在床边，好像很多一样，很多都围在床边，就是他们一直陪着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是，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到后面开始慢慢，治疗有比较稳定之后，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网友们，网友的支持。我们的方式都是需要互动。对，就是我丢出一个什么正能量的东西，然后网友就是说，有人告诉我说你的分享对我很有帮助。对，就是我也是类似这样子，然后你就会一直有互动性，你就一直觉得我要好好的，我要更好，然后我要记录下更多。对，所以到很后期，就是当我让我的家人放心之后，我反而跟网友之间是建立了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是互相鼓励，然后一起就是越来越健康。到每一次进医院的每一次治疗，从进去到出来，就是我都会在网上分享跟记录这样子。在医病之路上面，人际关系还有你找到自己的价值跟那个肯定感，那像彩妮跟小浮夸他们都有写社群的习惯，写部落格，我觉得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疗愈。那个疗愈不见得是身体得到舒缓，但肯定心灵有得到支持。抗病之路你也可以走得不一样。继续呢，我们来欢迎到今天的来宾律师娘。您现在就是家庭主妇，然后也是斜杠的女青年。其实听到我们病友的分享，虽然健康的我们，可是想想一下
当你可以振翅翱翔的时候，或者是你承担了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的时候，真的遇到疾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真的会觉得心里很心疼，因为像自己现在身上要负的角色很多嘛，是妈妈也是太太，然后是人家的媳妇，然后在自己的事业上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其实如果说你发生了一些身体的障碍，然后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可以感觉到那个挫折感一定是很大的。例如说像现在如果说平常在照顾小朋友啊，然后帮小朋友做很多事情，然后如果遇到这些肢体上的障碍没有办法为他们付出的时候，我觉得是那种你对做母亲的角色的一种挫折，因为对一个女性在家庭的角色里面啊，包括付出跟被爱的感觉都是同时很需要的。那个每个人都希望，女生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然后漂漂亮亮。可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她可能是尴尬的，那你就会担心你的伴侣会因为这些尴尬的状况会嫌弃你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伴侣能够再多给我们一些呵护，然后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状况，他一样会是爱我们的话，那应该是对病友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你看律师娘是这样子创业家，优秀的女性工作者，但是她也是希望有人可以支持着她，如果在面临到疾病或身体不适的时候。我相信医师在诊间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病友之间或者是家庭之间的照护关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小故事？其实我们在诊间里面呢，看到一些病人控制得很好的，他来看诊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来的，比如说他先生会跟着一起来，或者说我们有男的病人啊，太太会跟着一起来，即便他都没有什么后遗症，也都是会有家人陪他一起来。所以说其实这个家人的帮助啊，还有一些这个人际关系的互动啊，对于病人的照顾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病人并不孤单，每个病人的背后啊，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机制，不但病人本身自己需要有足够强的这个心理的支持嘛，然后医师可以给一些医疗专业的支持，同时呢家属哈，以及病人的一些家人啊朋友啊哈，给病人更是需要一些无比的支持啊。通常有这样支持的病人哈，其实他的药物控制大部分都还不错。听到这里，我觉得非常的有希望，而且充满了正面能量。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拒绝生命给我们的难处，可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你绝对不孤单，你有家人、有朋友、有伙伴。那我相信，走过这段生病之路，这真的不容易。那这是过程，但我相信，透过大家一起的努力，我们打开心中的光，也可以活出精彩。越过人生的顿号，活出精彩。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一同来分享，那我们也希望邀请你分享这段影片，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范氏神经脊髓炎这个罕见疾病，在台湾相当相当的少，好发年龄在30到40岁。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它已经发生了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也希望有关单位一起来支持。谢谢您的收看，谢谢。